你现在不走，想报复谁？太子妃殿下已经仙逝了。他不是宫内人。小人一定能够找出他的。毒是你下的吧？你到底受的是谁的指令？这还用问吗？我是妾，陛下。我爱你查出了什么？不论跟谁相关，这一次臣都不想再心生愿望了。陛下能够成全臣吗？孰宝孰弃，这如何是好啊？李斩。是。报本宫宫人故事，逆谋弑君，夜以供述，罪当大辟，一律论处。陛下打算把所有罪名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结案吗？这样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做，这样的结论我也绝对不会同意。你就先在这里不要出去了，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。如果这位不交出去的话，殿下是不能出去的。告诉全天下，他是我的人。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，事情就这么发生。他回过神来才发现，就算有过也都磨灭了。不能相濡以沫，也不能相忘于神宫，那就一起沉下去。前线大捷，武德侯他回京述职。哎，咱们这个好舅舅要是知道太子不见，指不定闹出什么问题。那太子一旦踏出宗正寺，那里面那个人岂不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？我来吧。陛下，把他赐给臣吧。给朕足够的理由。因为臣爱慕你。